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，很轻易。从夏天的苍兰诀到初冬的点燃你温暖我，都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心哈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嘴笨啊，少说两句。感谢微博，脚踏实地好好演戏，谢谢。好，祝贺弟弟，来飞宇。感谢微博世界大会给我这个荣誉，然后未来我也会继续努力，给大家带来很多更好的人物还有作品，谢谢。好，两位说的少啊，但是那个节目组非常会搞事情啊，他们对两位很好的演员，年度瞩目演员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，这个要求我觉得个人是认为非常有指向性。请两位清唱《告白气球》。哇，这个也是应所有的观众和粉丝的呼声吧。虽然不知道什么理由，但是就蛮想看的啊。弟弟没事，很想看。咱们进修过的，对吧？啊，来吧。谁先来？这不是要合唱吗？两个人一起唱更危险，我跟你说，不如自己拿手拿两句，唱哪两句都行，合唱也行，加油吧，你俩。哇，这绝对明显。现在是王鹤棣在教陈飞宇唱歌，有没有注意这个画面？好，来咯，来吧，三二一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，很轻易。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